好啦，正在直路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中档位置人和嘉诚啊，福日就好轻松揿住都上嚟啊，埋边拍住嚟斗，仲系喜骏之星啊，外边追紧上嚟好大只嗰只平海掌声啊，兜到嚟最后200米，福日喺中间透出，外边追佢又平海掌声啊，埋边位置嘅马匹咧，咁啊仲有呢只喜骏之星啊，驾应精彩嗰啲马接近终点，福日一出抛离对手野马，跑第二名平海掌声啊，驾应精彩第三、第四名系嗰只上教啊，咁啊结果呢只福日哇真系犀利啊呢只马。咁啊，飛到馬到先得噶，咁啊，結果一出即贏啊，咁啊，仲要係一隻三歲馬二搭，咁啊，跟守住二搭嘅位置，一比落去已經拋離對手啊！平海掌聲第二，咁啊，第三名嘉應精彩，第四名應該係嗰只上教啊，撳住都贏啦！11號嘅福日。巴道高八生呢個組合兜到嚟最後300多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呢只標誌智能啊，咁啊見到慢慢上緊嚟噶嘛，有顯心星外邊位置追，仲有福日啊，野田重經唔知去咗邊啊，兜到嚟最後100多米啦，透出嚟埋邊標誌智能，中間顯心星外邊福日嚟緊啦，最後100，福日響中檔透出，贏緊呢場主席短途獎，跑第二名噶嘛，埋邊標誌智能國際一級賽主席短途獎。笃定嘅头马跑第二名，好接近啊！埋边标志智能，中间显心星，咁至于第四名嗰只肯定啲啦，系嗰只遨游战士啊！为港队打气，准备最出冲嘅马有福日啊，外边白臂良种嘅显心星，最后200透出嘅马系好眼光，外边上嚟福日个势相当劲啊，中间仲有速递骑兵，外边上紧嚟仲系显心星啊，最后100米福日透出，埋边系好眼光，外边上紧嚟仲系显心星，接近终点啦，呢场浪琴香港短途锦标嘅得主福日啊！而睇翻呢匹马嘅野马姿态都清脆利落啊，今场赛事就选择喺外边冚。而埋邊好眼光，有啲力弱，出邊擠咗一段又唔多係顯心星，第四名有冇機會係港隊嘅嘛？速遞騎兵嚟到呢場短途嘅賽事，國際級賽香港短途錦標。福日好啦，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馬仲係紅黃噶，咁啊見到中間咧金裝令追緊啦，出邊仲有隻馬佬啦，再後多層進龍區啊，再後邊嘅馬出邊追緊上嚟有波爾多，最後100米到啦，馬佬就擠嚟大約一個身位嘅，內欄有紅黃啊，再見到外邊進龍區咧，出邊波爾多咧，馬林中間就旭日升啊，接近終點馬佬就拋離大勝啊，跑第二三四名嘅話相當接近啦，外邊波爾多咧就上咗嚟。另外灰馬藍衫係進龍區，好慈祥嗰只咧，仲係只旭日升埋邊係紅黃啊！結果呢場賽事呢只馬佬野馬嘅姿態相當輕鬆啦，睇第二名啦，外邊八波爾多，中間藍衫灰馬進龍區，粉紅衫旭日升，內欄係灰馬紅衫紅黃。好啦，咁啊轉正彎入直路啦，星雲之爵仲有少少優勢，中間北極光撳住上咗嚟啦，外邊有美麗魚就要騎咯喎，出邊馬路開始追緊啊，再後邊嘅話仲有勇猛神驅保羅成全，出邊嘅佳運財，最後200睇個勢，馬路都好勁噶啦，埋邊有北極光啦，後多層有保羅成全同埋勇猛神驅，出邊上咗少少係佳運財啊，接近終點，馬路已經將後邊嘅對手遠遠掟啦，咁啊贏出呢場賽事，攞埋嘅特別獎金添啊，跑第二名嘅馬要影相啊！北極光埋邊，中間勇猛神驅，外邊係嗰只保羅成全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匹8號嘅馬佬咁啊拋離大勝之餘，仲有一個特別獎金100萬，捧埋個騎士杯，跑第二名，埋邊北極光，中間勇猛神驅，出邊淺藍衫保羅成全都有份應啊！边咧就美丽满满一路兜，出边黄黑格仔衫大力猴王啊，尾四追风企足，尾三红帽咧就海岛才子，尾二领航宇宙啊，接入边咧粉红衫咧系嗰只旭日星嚟噶，好啦，正最后直路啦，自用神驹搏走甩啦，接嚟咧大概半个身位，外边咧有电子传奇追紧佢，出边美丽满满啦，再见到马林后边天天得乐啦，原栏窜上嚟仲有旭日星啊，最后100多米啦，美丽满满外边已经系透出啦，埋边天天得乐，咁啊再你见到内栏位置仲有旭日星，接近终点美。美丽满满咁啊，轻松赢啦！跑第二名，天天得乐啊！第三名嘅马埋边系旭日星，跑第四名咧系电子传奇啊！咁啊，结果今场赛事呢只美丽满满咁啊，都系过往谷草起家嘅马啦。咁啊，今场赛事赢起上嚟嘅姿态咧都几轻松啊！天天得乐跑第二，第三名旭日星，第四名电子传奇。中檔咧仲有時時歡呼啊！再喺外邊位置翩翩君子啊，馬林入邊後邊等位咧仲有橙衫嘅以戰得勝，
艾爱当啊，系呢只遨游气泡同埋星运名爵嚟噶。好啦，斗到嚟最后300多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马仲系星河小子斗紧英雄豪杰啊，时时欢呼响中档上紧嚟，外边位置仲系遨游气泡有少少内闪啊，中档位置仲系二战得胜，大爱当啊星运名爵啊，最后200米到啦，时时欢呼一弹只正脚出嚟，抛离喺后边对手大约3个马位，一出即胜啊，跑第二名系嗰只遨游气泡啊，第三名星运名爵埋边二战得胜跑第四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时时欢呼真系一鸣惊人啊！出闸又快，同过往试闸唔同啊，用脚又啱晒，结果抛离大胜啊，仲系好唔规矩添啊！第二名啊，遨游气泡追人喎、啊，今次第三个星运名爵，第四名系二战得胜啊！有大件头呢只时时欢呼，告东尼自购马一出即胜。好啦，跑咗一半啦，前面年年有型已经埋嚟带到头啦。咁跟住喺第二位就精彩勇士啊，虫草成名咬住第三先，入边咧仲有自胜时机啦，中档位置仲有微影扬飞啊，好多浸嘅马啦，先见到咧仲有日日型嗰啲马，斗到嚟最后200多米啦。咁啊年年有型斗紧精彩勇士嘅时候，入边微影扬飞上嚟，爱兰追紧上嚟，仲有虫草成名啊，最后50米到，微影扬飞响入边打咗上嚟，都好有机会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嘅马相当接近啊。爱兰系虫草成名，入边系精彩勇士两匹马要影相啊！第四名咧就系嗰只年年有型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姚本辉咁啊，今日又有唔错成绩咯。结果呢只微影扬飞咁啊，速情真系赚级数而爆冷，跑第二名噶嘛？二号虫草成名入边3号精彩勇士要影相，年年有型跑翻个第四，爆啊！79倍黄俊开斋，微影扬飞速情跑第二。潘顿的精彩勇士同只虫草成名要影下，虫草成名有出揾出揾完出又揾入，有年入又揾出，年年有型第四，哇！佢哋系咁揾咗几次位，真系缩落嚟1000啊，赚啲级数，咁贵千、2000、4000都跑得唔好。黄俊真系。